次一定要教我一下。这样，对，就是除了能吃之外，还能够弹琴。就是把那个放在这儿，现在很随性。对，我第一次上钢琴课，老师说用橘子弹琴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是，从这开始。五六七八。耶、yeah! ！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是这意思。为什么？你学的太快了。是这意思。其实不是用，不这样，就是让它滚起来就行了。哦，对，六七八。太屌了！这个这场戏的 ending 就在学校的顶楼，然后这个故事呢，就是非常励志哦。小时候呢，我们都是这个有着不同的梦想，但是我们一样的就是内心的坚持跟毅力，这是我们一样的。然后邀请到了朗朗啊，跟易杰，很开心啊，在拍这支 MV。朗朗觉得今天拍摄的感觉怎么样？今天真正体验到周董的魅力。边导边演，然后还当电视机。我觉得你当电视机的那冲刺的时候，演电视机的画面是。你演他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像啊，冲刺啦！真是叫易杰演一下。对啊，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和杰伦和易杰我们在一起，真是我觉得我们是新的三剑客。哎呦，对，要影响现在的年轻人。对，我们要鼓励他们，要为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对，听说等一下要赶飞机是吧？啊，马上去香港了。对，这边真的很谢谢大家。